西农委员室的各位同仁啊，大家早安。好。啊，很高兴哦，媒体哦没有这么多火哦，今天的媒体太多了。啊，希望哦透过媒体朋友哦啊，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哦，气场的呀，我们农业方面的呀，请多以报道。啊，我报告的是种苗者，我们第十九届的种苗者哦。啊，为什么选这个观察呢？因为台湾哦，外销中最有竞争力的是观察。啊，希望哦，这个品质哦要做更深层，哦，就是要更有竞争力的。所以在品种的来源，我们就是很多不同的颜色，很多不同的果香，很多不同的特色的东西，要来教育我们的那个消费者，我们的生产者。这个好的品种的来源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啊？甚至刚才那个汪厂长有多具有抗性的、抗损的、高产量的、高品质的，这个东西怎么来透过这个我们农业技术把它结合在它变成一个品种？所以，希望每种朋友啊，能把我们的那个这个成果，就是把这个成果哦展示出来以后，帮我们来报道啊，尤其是我们业界哦，业界今年有九个摊位，啊，我们公部门呢，就台中厂啊、台南厂，还有我们的高雄区农业两厂展示的那个内容蛮丰富的哦，所以不仅品种之外，还有农业生产食材，还有许多的那个花卉的那个插花的花艺哦，所以请媒体朋友多多来那个报道哦。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办那个炒作了亲子活动哈，还有一些农业尝试哈，就是请大家来后知道农业这个东西是很热火的一种产业哈，啊，有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就不会把我们农业当做农的哦，就是属于最低层的，因为未来的农业哦是有活力的，我们的农业创造的产值哦，不仅是农单一个种子的产值，而是哦以后的那个创的附加价值很多。刚才船长也介绍过我们的附加价值的产品啊。比如说那个番茄的加工米，加工的果汁，很多的果产品的产品哦，那这个附加价值也是我们这个产业哦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链条哦，所以东西哦我来这里哦参观过，那请所有的参观的人哦，都一个人报答一个人。现在有那个手机哦，把它秀一下哦，大家可能哦，第一天二十七号是人头位嘛，第二天是种苗节，二十七号，二十八就种苗节啊，欢迎各位跟你朋友，帮我们写一次报道，也谢谢各位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